长得不好看，但是我聪明。哦，你聪明啊？当然聪明了。怎么显得呢？那我不是吹呢，我记得我小时候三年级，我读四年。大家好，我呢叫丁少华。我呢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，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，也是我们南京白话的传承人。不是吹的，校长换了俩人，我还是三年级。最后门房都换了，我还是三年级。很多人都认为南京白话就是用南京话讲的相声，这句话讲的呢不完全正确，但是跟相声形式是一样的，所以说它是曲艺的另一种形式。为了把这个传承下去，我就叫小孩说南京白话。哦，你二十四万了？不认识。我办了18年，哪怕一个人只要你喜欢我就叫，我一定要把它传承下。现在经过我培训的学生呢，要有1000人，他们对这个都非常热爱，我觉得我很庆幸，我这点小事，小人物嘛，就办一点小事，但是我一定要把这个小事办好。所以说，我觉得呢，提倡说普通话，但是呢，也要会本地方言，因为文化要自信的。南京话也是我们南京的文化啊，我们南京话有很多东西它普通话是代替不了的。我特别喜欢南京文化，我能把笑声给大家，别人笑我也开心。